唔係假人啊。OK， 全部都喺呢度影婚紗喎。份靚仗亦可慢慢化，讓我再看看我的爸媽，為我輕柔裙褂披上頭紗，女兒讚你嗎？我結婚啦，紅紅鮮花，長長婚紗緩緩出嫁，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愛吧，這匹黑馬心裡仍純白像雪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家阿東，今天呢邀請了碧桂园十里银滩维拱湾的销售冠军 Top Sell， 亦都是最靓的那一位嘉嘉，同大家一起嚟影下呢些最靓的呢个海景单位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嘉。今天同阿东哥唔讲楼，分享啲即系呢度好玩啊，同埋有啲咩俾大家，因为陆陆续续都好多业主，即系前排买啲客户收翻楼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好想通过我哋啲频道知道话，有啲咩好玩啊，咁我哋依家就喺维港湾下低呢个沙滩啦，咁其实我哋依家系下昼五点零钟嘅时间，所以其实嗰度日落已经差唔多噶啦，即系如果我哋早半个钟就可以见到一个。整个滨海线最靓的日落，咁迟啲我哋摆铺上上去。咁、沙滩下咧都话系非常非常之靓咯。系啦，冇错。咁再过来咧就系我哋呢度沙滩啦。如果大家早上起得早少少咧，咁就可以喺呢度散下步，行下啲海水，搭下啲脚，咁都好舒服嘅。其实，除咗鞋系嘛，系啦，除咗鞋喺沙滩上边搭浪，系啦。咁如果你朝头早起身起得早咧，可以见到啲海都好清。甚至乎可以見到呢度有啲魚遊來遊去嘅，因為我有一次咧就六七點鐘起身嘅，咁就見到啲魚喺呢度，所以其實都好特別咯。咁另外嘅話咧，上高呢條就六度啦。我哋先講下後尾呢啲人啦，咁多人喺呢度做乜嘢啊 ？OK， 咁大家依家見到呢幅相咧，就其實呢啲人都係真人啊！你睇大家都喐緊㗎，唔係假人啊！OK， 全部都喺呢度影婚紗喎。系啦，咁我哋客户群体咧好多咧，都可能系四十几啦、五十几啊、六十几啊，甚至七十几啦。咁其实每年最嚟多一次。系啦，影翻个婚纱纪念相，OK 即系譬如有啲系过咗十年啊，过咗二十年啲金婚 啊，或者啲咩，跟住就可以喺呢度重新影翻回忆翻嗰阵时后生，譬如先生追太太嗰啲情景咯，系咪啊？系咯，边行边讲啊？未啊，跟住未啊，未讲完啊。哦，未讲完。系啦，咁婚纱相大家见到远处黑黑地嗰度咧，其实系礁石来嘅。咁嗰度咧，如果下昼四五点嘅时候咧，就可以带啲小朋友去嗰度赶海。不过赶海嘅时候咧，就要注意安全咯，因为嗰度亦都有好多螺啊，同埋螃蟹执嘅。系，所以就大家要注意安全。我嗰日睇到有好多人喺度执蟹嘅时候咧，就好执咗成半桶咁多喎、又有螃蟹啦，又有啲贝壳啦，有啲鱼仔、虾仔咁样啦。咁执完之后咧，就上到自己嘅屋企上边去加工下，系直接食到最新鲜嘅，系咪？系啊，非常之方便啦。而且我哋望到其实个海水咧都比较清。系啊，好清澈咯。系啊，比较清，系啊，都比较干净嘅。系比较干净，个能见度都好高噶。吓，我哋望到咧，成个海滩都唔会话污糟邋遢。吓，好似一期会少，会污糟邋遢啲。咁因为嗰度就系啦，酒店啲客人比较多啦。咁呢度主要都系服务翻我哋成个十里行滩嘅业主。咁我哋喺呢个位置咧，就可以望到，哇，有个渔港餐厅系嘛，食海鲜嘅。咁呢一成排咧，其实过嚟咧，包括咗呢啲楼下咧，婚纱摄影基地，都系食嘢嘅婚纱摄影基地啦，有好多铺头啦，其实楼下就有嘢食系啦。咁呢个成个沙滩咧，其实都好长好长噶啦，去到嗰一边可以。再當然啦，這個沙灘連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咧，就會上翻去，再過到嗰個一到三期或者係華陽小徑灣嗰邊去咯。係啦。咁你講。你講邊度先？你講，你想講啊？你講啊，你啊。我講上高呢條欄杆呢個位咧，就其實係五期維港灣啱啱修好嘅一條綠道啦。咁佢就叫做運動健康綠道。咁朝头早就可以喺呢度跑步跑步跑步，一路沿住海边跑到嗰边去，跑到游艇码头合政嗰边。哦，合政东部湾系啦，合政东部湾嗰度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呢个公园喎。
公園同埋沙灘亦都有，只不過沙灘比呢邊要細好多咯。不過嗰邊有個遊艇會啦，中意出海遊艇係嘛？咁成家人啊聚會啊，咁包一架遊艇咧，其實人均、如果幾個鐘嘅話，應該係幾百蚊就可以搞得掂啦。咁其實都 OK 啊，出去打下魚或者係去遊玩下，飲啲酒喺海上邊，即係體驗啲濱海生活。Yes，其實成本都唔高啦，都幾好噶。係啊，呢邊又有人喺度影婚紗嚇。係咯。咁仲有啲咩可以玩㗎？阿哥哥，譬如帆船咯。如果有啲中意美即係嗰啲，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嗰、那個游艇嗰度咧，其實佢哋嗰度都有啲沖浪嘅，咁所以其實都去玩嗰啲項目，跟住有摩托艇啦，有帆船啦。不過帆船就係因為如果你報咗名啊，或者想學一對一啊，就可以約嗰啲教練同你出海，咁佢就會教你點樣去揸嗰架帆船咯，都幾特別噶。即係喺呢度定係邊度？喺呢度。好似而家收執咗啊！依家唔得啊，係啊，收咗啦。依家今日冇人玩。平時你見，因為呢個耀光湖個天氣問題啦，譬如啲風啊，琴日打風啦，突然間降温啦，係咪？如果你天氣好好嘅時候就可以咯。哦，因為嗰一種咧係借住呢個風力嚟行嘅，所以需要比較好嘅呢個風勢。係啦。OK， 咁仲有咩玩？滑沙咯。滑沙。哦，呢度有好多窿咯，係嘛？咁如果你中唔中意滑沙啊？我唔中意。唔中意啊？係啊。他如果話中意，我哋要去現場畫俾大家睇下。OK， 咁然後咧，我哋望到咧，嗱呢度啲樓咧，呢個樓盤嚇好近個海，係咪？呢個就叫做紅窗嘅長沙灣。咁賣揀嗰啲樓咧，都係一線海景樓嚟嘅。咁就係細積啦，四十幾方，總價四十幾萬，首期係兩萬零蚊就可以搞下店價。咁你都可以首期五成，剩翻五成嘅話，可以睇。五年分期五年的時間，而且是免息的，咁係同發展商嗰度借啦，所以咧就唔需要提供咩銀行流水啊、入息證明啊，或者係月結單啊呢啲資料噶。咁我到七十歲其實都可以睇到噶，所以咧其實都 OK 嘅喎。咁然後咧就賣緊嘅，講下維港灣啦，阿嘉嘉嘅主場嚇，因為呢個樓盤唔係嘉嘉嘅，你講下維港灣同埋環港半島啦。好似突然间有啲尊重翻我，又邀请咗我，又介绍我哋隔篱楼盘喎。我哋维港湾，因为维港湾冇细积啊嘛，冇一房啊嘛，75房啊嘛，75房系两房嚟噶嘛。如果一房同两房个银码差唔多，我谂好多客会选择两房啊嘛，系咪啊？但系呢啲好近个海喎，嗰个好似远少少喺到山上边系嘛？咔咔咔 ！OK， 你继续讲啦，你讲你维港湾啦。咁维港湾咧，佢就系住宅类嘅，咁佢就可以用天然气啦。我觉得呢个系优势类嘅，咁所以要喺呢度特别同大家讲出嚟。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多数都系啲两房，咁通常大家过到呢度度假又好啦，住家又好啦，可能想翻翻内地呢度嘅时候咧，我谂第二日可能即系啲细路仔啊或者小朋友家人都会上来嘅，所以两房与个房就会好啲。咁另外咧，我哋維港灣近排咧，其實比較好嘅就係推出咗27號樓啦。咁27號樓因為之前調價嘅問題啦，我哋依家就陸陸續續推出嚟。咁啊，東哥佢哋就上咗好多片嘅，大家可以抄翻啲記錄去睇。咁27座咧就賣緊啲75、80同埋108嘅三房。咁近排賣得好好，特別係琴日好多香港人士就翻過嚟睇，因為其實大家。無論是在哪個頻道看其實在手機上看是未及在現場看那親近和真實咯，所以大家有時間就可以約東哥上來看樓了、特別過來的時候東哥就會約我、過來的時候都是找嘉嘉是吧是那其實呢就那些單位其實現在就都好靚景啦，其實就算係一二樓、二三樓嗰啲都 OK 噶。咁低樓層嘅位二三樓咧就5000多蚊一個風就買得到噶啦，高樓層咧都係6000多蚊一個風可以買到嘅。咁而且咧呢、這個價位咧都而家碧桂園係送咗全屋嘅傢俬俾到大家嘛。咁我起家咧又送咗一部55吋嘅大液晶電視機啦，仲有你三房嘅三部冷氣啦，兩房係兩部冷氣俾到大家係咪？咁然後咧就呢度目前咧最低總價係幾錢啊，嘉嘉？最低總價的話咧，我哋現時做的話咧，如果譬如有啲42萬1樓咯，係啦，其他座的都 OK 喎，我哋30多萬都有喎，30多萬，有一間41萬幾咯，41萬幾，係啦，包括送的嗰個傢俬套餐 ，OK， 嗯，廿
25座69峰、70峰嗰一种，差唔多40万到。40万到，不过有个景观争少少。系景观争，但系都有两房喎。吓，两房69个峰，咁然后咧就40万左右，而且40万左右好似都系中高楼层，十几廿几楼。系啦，9楼10楼几。12楼，好似个价位都差唔多几多嘅，高低楼层差唔多几多喎。冇错。咁然后咧都系现楼嚟噶啦。而且呢个40万左右系带埋全屋家私噶喎。好嘛，好抵咯，其實都 OK 嘅。咁如果你想要三房嘅話，就89峰啦，89峰同埋96峰、108峰同埋110几峰啦，呢幾個職位。咁你需要更加大啲嘅職位嘅話，可以睇下個維拱半島啦。嗱，維拱半島係第六期啦，阿嘉嘉更加專業啲，同大家介紹啦。半島呢，其實佢個系列就會更加高端啲，可以講係我哋成個十兩銀灘造成以來係最高端嘅一個系列啦。咁半島嗰度啲 size 呢就會低少少，幾乎都係100峰、108峰同埋149峰、211峰咁樣上下啲 size 啦。咁單價呢其實就要視乎每一層唔同啦，同埋每一座唔同。咁樓王位置呢61、62座就個銀碼大約係均價14000到18000左右一平。但如果後面你話其實冇所謂，只是想 enjoy 翻佢嗰個系列的配套嘅話咧，咁就可以揀翻59座或者60座啦，啲100多峰左右嘅，咁就大約係12000几左右，係啦。OK， 12000几，好似最平嘅個六期嘅價位有9000几嘅，咁然後咧樓層低啲，係樓層低啲，個景就又差啲啦。咁成個六期佢其實而家就冇咩活動搞，其實。所以咧，成個價位咧要高少少嘅，冇錯。咁對比五期嚟講，你就發覺到啊，五期5000几到6000零，係嘛，平好多咯。所以咧，其實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我覺得係啦。咁成呢一集咧，就大家成個海灘係啦，大家都感受到啦，都可以掃描一下呢個景。嗱，人哋幾好，呢個咧就有人中意滑沙啦，係嘛？係啦。咁然後咧，即係啲爸爸媽媽帶啲小朋友落嚟沙灘玩，咁嗰度有啲情侶行下綠道，手牽手、手拖手，所以覺得呢度有一個好處就係、是、會令到大家好容易去挖掘到啲生活嘅美好咯。即係譬如話時不時可以見到好多可能在城市入面的節奏太快啊，咁翻到呢度咧，你可以享受生活，真正生活同埋放鬆，同埋可以用心去感受到即真係好温暖同埋好美好，係咪啊？你唔覺嗎？我覺得我見到呢個景都覺得真係可以，即係可以好美好啊！係啊，好浪漫，好浪漫，好美好，即係有可以忘卻咗。你在城市的那一種逢老，是啦，即譬如你很忙碌，成日即做嘢低頭，電腦啊、手機啊，咁你喺呢度就可以去感受到好多唔一樣嘅生活。我覺得呢樣嘢係喺城市入邊唔同嘅，即係感受唔到。所以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士點解會翻內地選擇喺十里銀灘置業嘅一個好緊要嘅原因，就係佢真係可以喺呢度覺得生活真係可以咁樣。是最重要係成本又夠低，係啦，環境又夠靚。而且空氣又好好，又有山又有海，又有好多旅遊嘅項目。最緊要咧，你有好多好多嘅香港鄰居喺呢個你入住嘅呢個小區入邊，好多香港嘅街坊。咁你想傾下偈、打硬牌係嘛？咁約啲好友出海打魚，或者係搞啲咩聚會 party 都非常之容易咯。係咯。咁有架高爾夫球車。你就可以周圍咁行，亦都唔需要牌照，咁你可以嗰邊玩呢邊玩，亦都冇問題噶。所以其實呢種生活，我諗應該都係大部分退休人士非常之向往嘅呢一種生活啦。如果你有興趣，就可以過嚟體驗一下啦。我哋嘅車都係關口泊住嘅，有興趣睇樓，聯繫我哋包接包送包埋餐添。咁今集咧就感謝阿嘉嘉同你分享咗咁多，過嚟維拱灣記得揾阿嘉嘉喎。下集再見啦，拜拜。Bye.